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又登录小伙伴的账号来给他购买皮肤啦。这个小伙伴呢，经常看我的视频，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我呢，看到他的时候呢，发现他是想要一个写实材质包。这个小伙伴呢，他呢是最近生病了，他告诉我呢，需要让我也多喝热水，要不然的话嗓子就会疼。他呢最近嗓子很疼啊，他还提醒我。那我呢也要注意身体啊，他的这一句话呢着实是把我给感动了。他呢要想要的是这个写实材质包。我看到这个小伙伴呢，他皮肤呢也是免费皮肤，有一款付费皮肤，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呀。我呢就决定给这位小伙伴送上碧琪皮肤。我也询问他了是否喜欢呀，他告诉我他也喜欢碧琪。那么我们就给这位小伙伴升级礼物，直接送他碧琪皮肤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的，经过我的一番操作呢，这个碧琪皮肤的迷你币呢是已经充值到账了。我们现在呢先去领取这个碘伏莲定制皮肤，然后呢再去给我们这个小伙伴购买他最喜欢的碧琪皮肤。他呢也一直想要一款属于女生的皮肤啊，他的那个定制皮肤有点 low， 所以说呢我也询问了，他也说他喜欢碧琪。那么我就要帮助他获得一款碧琪皮肤，它可是小马宝莉限定款定制皮肤哦。我们的碧琪呢拿着这个彩虹球呢，他就入场了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，我经常会从粉丝列表、私信区和评论区抽我们的小伙伴送永久皮肤的，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，皮肤送到你仓库哦。好的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碧琪皮肤呢，我已经是为这位小伙伴购买到账啦。这个碧琪呢，它是有一款专属的动作，就是拿着气球从天而降啊，非常的萌啊。我们再来降一次，我现在切换到背视角，我们来用一下碧琪的专属动作，是不是非常漂亮呢？